在想什么？别担心，毕竟我们挑选了很多，可以慢慢尝试。或许泡芙觉得看着你逗他玩比这些玩具本身更有趣。我只是想，像泡芙这样聪明的猫咪，可能并不喜欢被动玩耍。那不如让泡芙觉得，是他在主导这场游戏。别光顾着和猫玩，来，尝尝甜品。你喜欢就好。是吗？我只是担心
泡芙闻到你手指的甜味。看来我也不算是多此一举。我似乎也只能接受泡芙的盛情。我来输吗？是的，所以我有些担心会把泡芙弄得不舒服。我尽量试试。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明天再跟你说。在看什么？是吗？我倒觉得他会说我们是一对情意缠绵的眷侣，然后赞扬你的美丽和善良。快到晚饭时间了，我刚好收到了品质不错的三文鱼，不如就由我来准备晚餐。不用，三文鱼的处理不算复杂。
这几天泡芙的口味越来越挑剔了，除了最喜欢的那个味道，其他罐头就闻一闻。好吧，那现在就安静一些，好吗？那合你的口味吗？在看什么？不过，这些照片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不，我只是觉得，哪怕是细微的差别，你也能一眼看出。看到你这么在意我，我很高兴。怎么了？我能明白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似乎也习惯了有泡芙陪在身边。既然分别在所难免，我们也可以选择在最后的时间里不留遗憾。不如我们一起想想，今天要怎么度过。猫蛋糕。虽然之前没有做过猫咪吃的蛋糕，但我愿意和你一起尝试。我来处理鲷鱼，你处理牛肉吧。现在是不是好多了？因为有你帮忙，我就更得心应手了。
或许对泡芙而言，我们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会的，况且高宇阳就住在附近，以后有机会我们还能再去看看泡芙。